对，它属于那个金龙地方。金龙的西街，面目，金龙呀，他的家乡是在这个地方，哦，靠近一半。他们那地方以前建立过很大的一个小王国，就很大的意思，他是三浦，松赞干布的后裔建立的。嗯，山王的家乡是在这个地方，在中间一点。对，在这边中间，达赖喇嘛家乡在那个地方，那个角落。像我们上一次那个不是有那个掌东仁波切？他的家乡是在这个地方，云南的这边。哦，这康，这是康巴，下面是安多，卫藏，这是卫藏。你有习近平的？那啊，你国姓？哎，习近平，人家嘛的。习近平，我们都。好嘞，这是。哦，来这是。他这是西藏的一些宗教上的一些。哦，地中的，这个很好。Very cute. OK， 你看，像这个是徽章的服装。嗯，其实你们看了差不多，西藏一看就知道啊，这是徽章的，这是康巴地方的。像这个是针线，放针线的。哦。这里面会放针线。哦。这是放火镰，打火机。哦。以前没有火柴嘛。嗯。然后像这个挂钩。它是女孩子挤奶的时候，挤奶奶通往这边一放，用这个一挂，奶通就不会倒过去，然后两只手一起挤。然后像这个腰带啦，他有时候会把这个袖子全部放下来，他就会用这个把袖子再系一下。然后这是个很多地方的，你看他男性也带那个针线的。火镰，这个在摩擦火镰那个腰刀刀子，这不算腰刀，腰刀是挂在这边，就吃肉用的。西藏人的一般的衣装，衣装的就是，你看像这个是贵地方的贵族的服装，他头上有很多那个就是宝石，悬浮的，我有钱，像这是康巴地方，它其实，哎，你看这个就是所谓的腰刀。哦。哇，腰刀。这是很多地方的女孩子现在的装扮。你看，头上都戴这个是以前称为蒙古帽。对，很像蒙古的。蒙古人那边可能传过来的。所以这是卫藏一般的服装。那个是康巴。因为那个是安多的，康巴也有。这是哪里啊？徽章地方，靠近喜马拉雅南部的。这是徽章拉萨地方的。女孩子都后面头上戴个那个，像两个的脚一样的东西。这是他们一般的，这是上部，上部。那是真相，他们各有各的服装。像这个你看，这是本教，西藏最传统的，它不是佛教，是本教。其实它已经佛教化了，他自己不承认而已。本教的装饰和他们的一些，其实它就是佛学佛教的，因为佛教有各种各样的帽子，所以他也定了这些。但是佛教四大教派有其他的颜色。佛教的戒律里面不能用那个蓝色的作为那个僧服，所以他就用蓝色的作为他的标志。哦，所以你看汉传佛教是黄的，或者是类似青色的，对，灰色的，灰色、黄色、红色，那些都是僧服的标志，但不能用蓝色。哦，僧服的标志。对，僧服。然后像你看这个，我刚刚不说建那个桑耶寺，第一个佛法僧，这是印度来的，他是出家人，堪布，所以西藏所有的僧人的戒律都是源自于他。那他是什么呢？他是属于那种密宗的，所以说念咒啊，什么神通啊那一类的，所以密宗的源头是他。而引亲他们两个，这是西藏的国王。所以被这个被称为是西藏的三大的
规范使上师还有那个法王，然后后面就是其他的了，西藏自己的，白教不是有个大宝法王吗？干嘛吗？就是这个里面的，然后就全大部分都是西藏自己发展出来的，印度这边传进来以后，然后西藏人在里面发展，开发，然后他到印度去学习，然后回来再发展发展，到最后变成了宗喀巴。宗喀巴是青海的塔尔寺地方的，他把所有的那些集在一起，变成了现在的格鲁派，就是黄教达赖喇嘛那一派。所以他的两个弟子，一个变成达赖喇嘛的转世，一个变成班禅喇嘛的转世。所以从那个地方开始，就是达赖班禅。对，不是，他其实是追认的。他三四代以后，达赖喇嘛有时运了，后来追认。班禅喇嘛到第五世达赖喇嘛时，他才开始有名字，就往上追认。追认到他们。了解。然后这是像那缴纳派，缴纳派是汉传佛教不是有动物派吗？明经本无态，何处染尘埃？他是那种就禅宗的正论的观点。就是他们。跟那个藏传佛教一般都是中观论，中观派，只有他是那个唯识派，就是汉传佛教的唯识派，唯识宗。那他在唯识宗呢，在藏人地方就势力很小，受到其他教派的排挤。所以藏传没有唯识在里面。有。OK， 不多，但被排挤。对，像这个是摸。米的吗？摸那个是脏巴的，就是青稞，青稞炒熟，然后你看往这边倒，然后这样摸倒，再倒，再这样摸。像不像我明天要做那个米浆的时候？米浆，就昨天我你订阅的是那个呗？昨天我吃的那个米，那个米条。然后西藏人是藏巴，但是现在还有的，把这个取掉，以前就是茶、奶酪、干奶酪、藏巴、黄油，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拌。藏巴是什么呢？因为他先把那个麦大麦，不是那麦子，是青稞的麦，只有高原才有，把那个炒熟，炒熟又磨成粉，所以它是熟的，所以再倒上茶这些，一般就可以吃。对，然后这个是装那些脏巴，那些个袋子，茶、奶酪、那个麦、脏巴、黄油、四个东西加起来，现在加上那个白糖，黄油糖，对，以前没有糖，它是无香的，西藏人以前的碗啊，那些装酥油的、装脏巴的，脏巴。这个在国外那些西藏人，他们用那种饶舌歌曲，用藏语来唱那个饶舌的。他们是西藏人对的。西藏人在国外，在美国的。应该是第三代、第四代的。应该好几代了，两代、三代。那他们就都是用藏语来唱。对，另外一个我文化，没有文化，带过来。你看文化，对，是带在那个。对。还有所谓的那个现代诗，不讲格律的，那个诗也流传到藏人。哇，太好！你看像这个，是西藏人的皮箱，这是有钱人家的吧？是土还是铁？皮子，木头外面包皮子。那有钱人他会抱那壶啊、抱啊那些皮子。那个就是西藏人会认为是财富的象征。然后西藏的经典都是这个样子，它都是长条的，因为以前那个印度的是没有纸钱，它是那贝叶经嘛，贝叶都是长条嘛，对，所以它那个都是中间弄个窟窿，用绳子穿起来，它就不会散掉，对，那西藏后来有纸了，但是那个传统延续了，所以西藏的经典都是这个样子。我们过一会儿可以去那个图书馆看看。你订的好像不是到现在还在用这个？对，应该是，它是一个传下来的。
然后这是以前的藏军，藏军的军服。藏军呢？对。嗯。后来那个中国跟西藏打仗，西藏人啊，因为第一次那个张二峰他们来的势如破竹，因为西藏人没有武器嘛，现代武器。张二峰他们有那个快枪嘛，打不过，所以西藏人跟英国人那边买了很多的枪，然后跟中国打仗，所以他就建立了新式的藏军，这就是藏军的军服啊那些，那是当时的照片，那有了快枪，西藏人打了好几次胜仗，到1930年跟国民党再打的时候又打败了，打败了以后。从长江的东面一直退到长江以西，然后双方签了停战协议，那个停战协议划定的那个停战线就是现在西藏自治区的东部边界。哦，这样。1930年，1918年，那个时候他们是1918年，1918年那个十三世达赖喇嘛把那个藏军武装起来跟中国军队打仗，哦，那时候打得很厉害，一直快打到那康定地方，所以那个时候签了个停战协议，那时候西藏军队占领的地方就快到康定的地方了，就现在甘孜县地方，对，到1930年再打一次，藏军大败，四川的军阀从四川打，青海的马匡从青海那边打，藏军战败，所以退到长江以西，然后双方停了战，停战以后签订停战协议，然后当时停战协议画的线就变成现在西藏自治区的边界，东部边界。如此。那这是有关于西藏的历史的一些过程。这军队十三世达赖喇嘛，所以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建现代军队的时候，他让一个日本人教100个人，让一个英国人教100个人。让一个俄国人，其实不是俄国人，他是那个，就是俄国的蒙古人，他以前在蒙古里面是少佐，中尉，少佐是日本的，让他教100人，然后三支军队训练以后，最后西藏人选择了英国式的。这个 ，yes， yes， orange， yes。西藏的国旗，对，那个时候西藏的国旗才开始产生，那个地方不是有，你看，在印度有次会议上，1947年出席那个班加州会西藏的国旗，那时候西藏又没有国歌，所以大家都要唱国歌，当时西藏代表唱的国歌是什么？他唱的是拉萨的民歌。所以讲那个西藏是雪山狮子旗，那个狮子旗也是源自印度的，不是不是，是西藏自己的一个狮子，狮子叫西藏自己，就跟是中国的那个凤凰一样，哦，是一个神话式的，哦，它只有雪山上有的，哦，有趣，狮子是对，对，目前的嘛，大大的，现在的，现在，对，1938，这是班禅，班禅喇嘛。就是热针的叫什么？就摄针。现在班禅下落如何？不知道。不知道了。不知道。另外一个中国他自己认的那个了，就变成是佛学佛教协会的主席还是副主席什么的。这是那个西藏的唐朝不是有一个阁门碑嘛？就是那个条约。这个条约刻在那石头上的那个石碑，这是原来的状态，后来中国把这些全部拆掉弄清理。
咱们老公家里，这是咱们老公妈妈，这是姐姐，这是那个角落东珠，在香港，香港的，这是以前去了美国的那大哥，这是二哥，这是达拉喇嘛他的妹妹弟弟。达拉喇嘛转经呢，他一直在欺负他的弟弟，就是这样。这是西藏贵族的装扮，表示我不需要干活，所以可以把下摆放得很长。他们现在都健在吗？还是他们四个还在。他不在了，他不在。他小弟弟还在啊？小弟在。小弟在。在这里吗？在印度。那个大哥，那假如都是在香港。其他都在印度，当然了。这是宗教刚开放的时候，老外去西藏，你只要拿一张达赖喇嘛的照片，当地藏人会很高兴，哇，就会到处接待你啊，或那些。所以那时候老外拍了很多有关，西藏拿到达赖喇嘛的照片以后的一些拍照片。去把共产党写他的话吧。披着羊皮的才嘛。哎，对。哇，这张照片就是那个十七条街啊，这个是很心痛。那时候十七条街的内容也算 OK 了，所以西藏人觉得可以接受。那中国政府觉得干嘛要遵守这个东西？有点跟那个中印联合声明一样哈，就是香港的事情。一开始想的哇，写得非常好，最后都变了样。中国就是这样。他用一个大家都接受的概念，来争取对方的信任。对，拿到手以后，他就会做一些歪曲的解释。对，或者说干脆就不理，耍流氓。对，对。十七条街，十七条街。是。你看，像这个，他是在占领拉萨以后摆摊，让那个喇嘛拿着那个枪摆摊的，然后他解放了什么的。这个好像也看过。对，你看这个好像战火纷飞冲上去的样子。对，他这些都是后面的电影。电影拍电影看。对。并不是现场当时真正的。然后你看老妈出来投降，这些他其实都是个犯人。你看他那个袈裟都穿得整整齐齐的。比如说那些老妈也在那杀人啊，那些这些宣传。对，50年到51年，西北支队，这是那个班禅喇嘛和那个彭德怀他们派来的吴藩他们的军队，这是从邓小平那个18军的军队，这是从那新疆来的，新疆来的后来很多都在这地方去世了，在乌江这个地方，他们在那守了一年，然后因为那。地心啊，和他们挖洞，往地下挖洞，然后上面盖帐篷，这样守嘛，是死掉很多，死掉很多。那个很险恶，那个很冷啊，那个地方很荒芜的地方。荒芜的地方。
那他们那时候他不管嘛，他直接就过来，就现在走也很难。现在当然这边可以过去了，车往新疆的路。但那个时候虽然军队到了，但他真的要全面解放，要到全面要所谓的解放，就是全面的歼灭，是1959年的时候。对，那时候是完全战的。对，完全战的。1959。对。就是。就是先有军队，好像对香港一样，那之后在一个时空就哇就变了。这样，军队占领，然后跟你签17条协议，对，说你们完全自治，我们军队只是去保卫边疆，其他什么事不做，然后你们自治，然后你在这边不是有县长、副县长等等一套吗？对，我在旁边也建立一个全讨的政府的班子，然后放着不用，有一天突然就取代你。对，哦，我是这一种。所以他放了好几年，他本来是在56年他要改，因为56年的印度那个佛陀2500年的诞生的纪念日，邀请达赖喇嘛，然后西藏的康钦很多地方打起来了，所以中国政府说6年不改，但他没有等6年了，59年就全部都打过来，他连6年都不改。那这些都是以前就是所有西藏以前历史上的传统的一些建筑，那些很辉煌的，除了布达拉宫等几个作为的战利品供人参观留下以外，其他的全部摧毁，中国全部摧毁。他就是要把文化从你的脑子里面，有关你的历史，不管是物质的、文字的、语言都抹掉，重新开始。班禅喇嘛刚开始跟中共合作，后来在文革期间，遭到很多侮辱，甚至把大便都给他往嘴里面塞。就绝不放过任何，就是你投降的话，还是照样。对。这是1987年开始的拉萨的抗议活动。这是第一次。1987。对。你看那时候大家都带着解放号。还有写中文哦，那个。那是后面。藏、人权、自由、民主，那是后面。后面。2008年的时候。不是，是1989年的时候。1989年的时候。1989年中国民运的时候，就那个民主运动说，那西藏地方也有人在上街。那个胡锦涛去镇压嘛。对对对，这是1989年的，这是1987年的。1987年的。然后那是1989年拉萨戒严的时候。哇，死很多人。这是1989年，拉萨大学。现在挂的是那个习近平的像，现在挂了习近平的像，对，你国企习近平的像，他换有时候会换，所以现在大昭寺已经完全完全被红，那是红宝书啊，红宝书，还有那是藏文的，对对对，毛主席语录。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现在西藏的藏文书只有红宝书，只有、这个、没有其他的书，藏文。这是金宝书。这很弥陀佛。对对，是藏文。
像这个女的，她是西藏有一个女活佛，她是跑到印度，然后中共说，哎，你为了跟她跑了这些，然后可能还有一些什么男朋友啊，什么爱情啊，什么东西的，她反正到印度以后又选择回去，结果文革期间她刚生孩子才两三天，就被拉走了，跟她的父母一起斗。其实她就是一个女孩，很平庸的一个女人。就是好像89年还是89年，对吧？87、89。87年，9月21日。嗯。目前缅甸就这样。啊？目前的缅甸。嗯。就这样，刚刚那个。对。现在那个打得很乱，但是缅甸是缅甸军方是积极打缅甸人。那那个，看到那个缅甸那个。抗议和那些力量其实蛮强的，他而且会有一个昂山素季等等的这样一些，对，还有一个政党的存在。西藏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就是外面一个达赖喇嘛，但是西藏里面什么都没有，他们就有六七个人先跳出来，今天不这样，第二天有六七个跳出来，然后又一群很多人响应，然后事情很大，然后镇压，然后就没有了，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组织。像她，你看，陈雷秋生是一个女生，她这个女士啊，陈雷秋生，尼姆反革命叛乱匪首，陈雷秋生，陈雷秋生是女性，她就是，不是有很多红卫兵造反吗？她就用红卫兵造反的名义，拉起了一群人，然后攻击解放军，把20几个解放军干掉。然后继续打，那当然打不过嘛，解放军真正打仗的时候，所以有一个叫古琼的跑掉了，后来再也没有找到那个人，其他都被战场打死，或者他被抓了以后被处死了。他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个时候在尼泊尔的穆斯丹有西藏的游击队，是美国 CIA 在支持，给他们一些枪。所以军备各方面都先进，对，那个时候的装备，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那些都有。好像在达赖喇嘛的自传里面都有讲到这一段。对对对，讲这一段。对。你看那个西藏人，像那个豹子啊、狐啊、老虎的皮那些都喜欢镶边上嘛，这个豹皮啊那些，它藏穿上来。达赖喇嘛有一次在印度讲经，他说我到国外去感到非常丢脸，我每次都是和平啊，要爱护动物，结果你们把那豹子皮啊、什么水獭皮啊、狐皮啊镶在那衣服上，别人把那照片拿给我，他达赖喇嘛说我感到非常丢脸，结果里面全部都取掉了，从那一刻开始，现在西藏已经没有这个习惯了，一下子全部取掉烧掉，这些东西很贵的。对。然后男的老婆说，你们一天到晚憋着个腰刀在那摇晃摇晃，那刀也没有什么用。对，很多西藏人就说，我从今天开始我不带刀了，不杀生了。你看他就把刀子全部都拿出来。所以他是 burning fur， burning fur 就是烧那个这些嘛，烧掉，烧掉，烧掉这些。然后这个是不杀生。所以刚刚讲那个詹巴革命是什么意思？这到现在都是这样子。这个詹巴指的是西藏人的食物嘛？西藏人的革命，他给你起的名，他就是从2008年开始，有那个自焚啊，或者很多抗议活动一直不断，那个的。他就完全变成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的，为西藏的文化
拯救西藏文化宗教为号召的，以前会说独立啊等等，他是一些提出一些政治，现在很多都是他就是宗教或文化民族特性。是哇，这是零八年的时候，你看这西藏国企他们都是在深圳那边印的，深圳印的当地那个印刷厂根本不知道，你只要给钱他就给你印所以印了几百面，然后中国后来把西藏国企西藏的一些标志全部发到中国各地的印刷厂，嗯，以后拿到这些一定要通报，嗯，一定要把谁拿来就抓谁，你马上就检举，这个这样。那个时候三月我记得零八年，对，零八三月，因为他们那时候有很多国企，他们说怎么从印度运过来，结果发现不是，是在深圳那边印的，藏人。哇，那个时候有个香港叫陈巧文，就拿着雪山狮子旗在香港示威，那之后就是被抓住，之后被恐吓，共产党哇一大堆的文宣就骂这个陈巧文是跟这个披着羊皮的狼走在一起，那个时候还没有真的抓他到刀监狱里面，但是已经开始看得到打压。然后这是逃亡路线。How we escaped？ 我是大概是这样，从拉萨从这个地方过来的。你是从尼泊尔？对。所以，这两条路，二会比一好走吗？一没有啊，一这地方非常比较好走，但是这地方控制很严。哦，因为印度和西藏的边界，中国军队两边都布置了很多的人，所以这是达赖喇嘛那个时候逃出来的路。哦，现在几乎走不通了，走不通的，走不通了。然后不丹的外交和那军队都是由印度负责嘛，哎对，所以印度也把它控制很严。所以你哪怕躲过了中国边防，你躲不过那个印度的，两边都卡。对，尼泊尔跟中国说边界不要布置军力，哦，只有那边防人员，嗯，没有军队，哦，所以会比较容易跑。所以像正面跑，这个夏公拉正面跑的话，他是在那个珠穆朗玛峰的旁边。哇哦，这个就是，像这个就是从那个这地方过来的夏公拉。哇，那个很高，5000多公尺，应该会很高，对。那正面的话是以前传统的西藏有一些山口，那个你只能冬天跑，夏天解放军的控制很严，冬天解放军没办法在山上，这零下几度吗？零下很多度了。哇，那是真的是拿命去拼，拿命拿命拿，很多人会死掉，大家都知道会死人，所以一旦到达加德满都就基本上安全了。基本上安全，以前是安全，哦，现在因为尼泊尔是那个共产党执政嘛，哦，对，尼共对中国很好，所以有西藏人从西藏跑到尼加德满都还是被抓回去。哦，对，目前都在那边跑的，这样就对了。啊，甘榜巴，这个是甘榜巴逃亡的路线。这是达赖喇嘛逃亡的路线。所以达瓦先生是从这边过来的，哦，那是甘玛巴，甘玛巴，嗯，甘玛巴，嗯，哇，南巴拉，南巴拉就是这个，南巴拉，哦，都想内斗，都想砍他。好久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对啊对啊，还在不在？在。前两天，达赖喇嘛从欧洲路过，认识了甘榜巴，就见到了。哦。
他那个照片写了一个公开信啊什么的。这个女孩，她的舅舅是个喇嘛，被说成是个恐怖分子，什么在成都放炸药什么的。然后她和她的妈妈一直保护她的舅舅，监狱里面他们都去探望。后来她舅舅在监狱里面被弄死了。对对对，他是那周什么的，后来不是被抓起来了吗？哦，我知道那个。周什么那个，四川省以前省委书记，后来不是到中央，周什么被那个习近平他们抓起来了。哎，对对，那个，对，我想到，跟那个薄熙来一样有名的。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对。周永康折腾的。对，哎呦。然后他的妈妈没办法，他就跑到印度，然后从印度跑到美国，川普当着他想办法跑到川普跟前，啊，跟川普讲西藏，他学了一些英语，他把那些要讲的全部学会。嗯，所以现在他在美国。现在在美国很能干的一个女孩，哇，很勇敢，很勇敢。周永康迫害人真的，嗯，就周永康折腾掉了。这是你看逃亡过来的路上，脚啊那些被冻掉的，哎呦，死掉的很多，就脚趾都这样子被冻掉了。因为最起码是零下二十几度。对对对。然后你说到几天那个上，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要走，一般都要十几天，十几天二十几天对。那一直走就对了。对，每天都走。因为都是雪山，没有人，没有任何生命动物。目前还是会有。目前那个因为矿泉边界几十公里，根本就不让外人放了，所以有一些了，不多。就是你看五八年藏人逃到印度时候的状况。嗯。尼赫鲁，对，尼赫鲁，尼赫鲁，后面是那个印第安甘露。尼赫鲁那时候达赖喇嘛见他的时候，尼赫鲁就达赖喇嘛就说我们非常注重我们孩子的教育。尼赫鲁说没问题，我们印度的高级学校很多，我一定会把你们的孩子都送到高级学校。达赖喇嘛说不要，我们要传承自己的文化宗教，我不要送了你，我们要自己建立学校。尼赫鲁 OK， 我帮你建。两岸政府打了喇嘛的时候跑出来说，他1950年，解放军打来了跑了一次嘛，嗯，跑到卓布的时候呢，卓布跟他强迫签17条协议，然后说服打了喇嘛回去，嗯，打了喇嘛回去，但是他们带着一些黄金，就送到西京的国王的马圈里面，对，埋在马圈里面，嗯，没有带回去，哦，所以打了喇嘛第二次跑出来以后，就有黄金拿出来，哎。那些钱就用来建学校、藏医院、戏剧院。对，好像自传里面有讲到这一段，就是那个黄金他拿出来。对对。但有些钱还是被骗掉了。哦。被运走了。哦。西藏因为是游牧嘛，西藏的佛像因为以前没有照相，没有那些。所以你修行者，你要修行，你要观想嘛，嗯，观想各种佛像啊，那些观想说一定要有画面，嗯，你才能去观想嘛，否则你不知道要观想，嗯，那观想的时候，所以他们就会有很多佛像，寺院里面有佛像，有墙上有那壁画，但是游牧民他没有，游牧所以他就画在布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就形成了这个藤塔。所以就带到身上，对，他就卷起来，然后游牧民跟着走，到那帐篷落下来，他就可以挂上去，他就可以去拜拜那些。对，米西冈，嗯，对，经书都是这样的，长长的。哇，还有甘地的那个，这是瞭望藏人，哦，瞭望藏人，以前的出的报纸。哦，像
这个是1958年，他是在那个噶伦坡那一带上出的。噶伦坡。所以第一份藏文报纸是在印度这边出的。嗯。不是流亡藏人，是印度境内藏人他们出的。哦，是大象。嗯嗯。1985年11月。嗯。这是什么？你看那个是1958年。1958年。嗯。1月1号。嗯。对。哇，都是很难得。嗯。就流亡藏人对于尼赫鲁的这个感情或者感恩比较大，还是对于那个甘地的感情比较大？应该是尼赫鲁吧。尼赫鲁。但是因为达赖喇嘛常常强调的甘地，哦，所以会敬仰甘地。哦。但尼赫鲁他帮西藏人。嗯，实际上帮人。对。对。对。哦，太好了。看这边的。这是一些文化上的啊，作家啊，哦，他是那个维瑟王立雄的太太，对对对，他是那个维瑟，维瑟，对，维瑟，对，很有名，这个是我常看他的作品，嗯，哎。他是一个老师和唱歌的抓起来了，他是怎么讲第一个把那个新诗介绍给西藏人的，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他也抓起来，他是在印度，他虽然唱恐怖，他就是强调西藏独立，嗯，单身主义，嗯，现在的歌手，对，可能有刚刚那一位哈，饶舌。没有，西藏境内比较好。哦，现在境外的为主。境内的你如果说多了，可能就抓起来了。哦。但是像这个，你看，看这个，他是那个喇嘛卓玛，他不会讲藏语。哦，他不会讲藏语。对，他在成都长大，哦，然后到解放军。然后把日本去发展，然后变成在日本变成歌星，嗯，回来以后他继续，然后他就开始用那个把那个藏文，藏语用中文标注，嗯，然后又都给他唱藏语歌，哦，然后这么很有名，嗯。Special exhibition. It is about what this uncle. The board. Mm-hmm. That one. Yes, that's the board. Wow. No,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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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这是他们家乡里面的，他们家乡，带过来的一个佛像，因为这个佛像是松赞干那时候就有的，因为靠近边界，哦，所以那个佛像带过来了，哦，现在在达赖喇嘛办公室，哦，就是跟那个大昭寺和那个
历史一样悠久的一个佛像，是这个佛像，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佛像。啊，站着。从大教室。嗯嗯，他会画个圆圈，你再往后这个圆圈就不需要了。嗯。然后藏文有好几个文字的写法，草书啊、正刊啊那些些。所以你看，我们去印度坐巴士，我们不懂印地文，但是一些发音我一看就知道，哦，有什么音。因为字母差不多嘛。对呀、啊。藏文有多少字母？30个。30个。对，印地文有50个。哦。30个字母。对。嗯。所以那个发音都跟印度音读都很像哦。嗯。像你看，这个是类似草书的另外一个写法。嗯。是从左写到右。对对对，也有啊。今日同大家介紹到呢度先，咁啊呢度就係西藏博物館 ，OK， 咁我哋下一次再有機會再見。